这个世界真的会有这么像样的人，如果不是发梦，我很想在我离开之前再见到他一面。这个人是谁？为什么你明明过我就拿人的东西来看？你到底是谁？一段跨越400年的时空爱情，来自星星的你，4月27号起星期日，煲剧一台。